呢，大家在微博上，因为我早上发了一微博，请大家问问题，我带到场内。很多人也问马云，因为马云现在在国外，也是很早定下的日程，也替大家也在这里让我问大家好。好，那我们今天开始这样一场对话。这个是中国互联网十年的一个大会，我想今天的那个对话的议程呢，由这三部分来完成。第一个呢，就是由他们每个人回答一个问题。第二部分呢，由他们中间相互互评。本来那个连红先生是在的哈，我走上台的这一刹那，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席。其实我对他的问题也准备好了。这是相互互评。然后第三部分呢，我们向场内的观众朋友和专家来开放问题，然后就结束我们今天的对话。好，那我们现在介绍就不必了，因为他们几位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且是互联网的绝对有影响的人物啊。那我是想十年的互联网了，我想请每一位总结一下互联网这十年发展过程里面，根据你们的做公司和做互联网的体验，然后总结几条我们可以为广泛的互联网用户或者创业者能够用的一些经验，最好是非常实用的，这是十年智慧的一个结晶。要不开复从你这开始。好的，我觉得中国过去十年让我们能学到最多的，就是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其实很在座的几位都是今天中国最顶尖的这个互联网的创业者，那么他们的成功，我觉得一方面是来自他们个人的眼光和领导的魅力，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新浪如果早做三年晚做三年，腾讯如果早做三年晚做三年，网易的话也是一样，可能不见得会有今天巨大的成功。因为互联网它的发展是快速而且巨大的。我觉得今天呢是创业的非常好的良机，因为电子商务已经崛起，移动互联网即将崛起，下面还有云计算。那今天是创业的好时机，希望更多创业者能够把握好良好的时机，在这个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互联网十年，感觉最深刻的是一切皆有可能，不在于谁做得早做得晚，这个颠覆者大有人在。 Google 不是第一个做搜索引擎的，但是它却垄断了这个基本上垄断了全球这个各种语言的搜索引擎的市场。苹果也不是一个以前也不是一个做手机的公司，但是它让一个做了将近20年手机的诺基亚这个活得非常痛苦。所以我觉得互联网这个一切这个皆有可能，但是关键是创新非常重要。刚才开复讲了时机，我觉得时机非常重要。那个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做产品的每一个做那个公司的人都知道，就是说其实那个符合市场的那个需求，另外一个在一个适当的时机能够抓住机遇，这可能是一个公司成功可能最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另外一个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我们十年来看的话，我觉得刚才创新已经讲到了。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公司，一定要按照那个用户的需求出发，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业务。那个不单单是看我们的那个资本的一个需求，这个非常重要。第三点我想讲的可能是就是一个前瞻性的问题，因为互联网的变化非常快，那个技术啊产品啊它的那个替代性的那个变化非常快，所以作为一个想持续发展的公司来说，必须有前瞻性，必须在前期能够把握那个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方向，并找准自己的定位，做出那个非常那个及时的一个投入。中国互联网大概是15年时间，那
最后的这十年实际上是一个变化和发展最快的十年。从我们的感受来看到，我们感觉到最关键的一个字就是变，而且这个变化是永远是我们计划追不上的。所以我很多的感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一定要去